大熊湖位于洛杉矶东边的山里，这里有许多的露营地，其中 Serrano 这个营地最为出名和热门，因为是大熊湖为数不多带厕所和洗澡的营地。这次我们预定的是32、33号营地和17号营地，两个营地正好相连了，中间隔着一条去厕所的小路。车辆都必须倒进去，停四个车，轻轻松松。32和33号营地，看平面图，面积超大，但实际到了才知道，都是斜坡和长满植物的废地，除了离厕所近，其他没优点。洗澡免费，按一次出水5到8秒。厕所超级干净，还有插座。最近的垃圾桶在厕所对面。营地里直接能走到湖边。Serrano 营地最让我惊喜的是可以实现松果自由。我们这次烧火纯靠营地里捡的松果，但是作为森林系营地，我还是更爱箭头湖的 Dogwood， 因为箭头湖更有森林的感觉，这个树的密集程度就说明了一切。这次去正好大熊湖小镇的秋叶还没掉光，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